首先请您欣赏群口相声《日本梆子》，表演者张鹤伦、郎鹤炎、严鹤祥。谢谢啊，谢谢，哇塞，还有礼物，嚯，你看显着我是一个多余的分子啊，你他主要不知道有我啊。啊，谢谢啊，就来就来吧，你看买这么多东西，嗯，没有那么大的能耐。那你花钱雇的托是吗？哦，是不是人家啊有了解我们的，哎，有知道的朋友，也有第一次来的，是是，一上台来三个人表演，哎，其实不好来，群口。首先来说，大伙儿对我们就不太了解，不熟悉呀。这个跨年的晚会啊，嗯，很隆重，对，观众来人看谁来的呀？嗯，看我师傅郭德纲，郭老师，但可惜已经不在了。啊，什么？你不干，我们还干呢，知道吗？啊，真是不是。我说此时间不在这个舞台上了，这会儿没在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会儿人在后面正休息呢，准备呢，把我们三个人换上来。嗯，后面人家来到德云社，人家奔的就是郭德纲，嗯，啊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就是于谦于老师，对，这都是名人，我们就是个人名，啊，差远了，好多人都不认识。嗯，咱先简单的做个自我的介绍。好啊，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嘛，就这老话，好坏都得知道台上这三只是谁。三只啊，两只没有我知道吗？咱不能离着动物园近就说只好不好。所以说啊，我叫张鹤伦，啊，哎，是他，没有什么名气，一说我师傅一说我叫郭德纲，台底下掌声雷动，到时候特别的安静，特别的安静，特别安静。没必要，好好，不用不用不用啊，停停停，不用啊，不用不用停，不用停，不用停，这么不要脸呢？这是，是有朋友说了，是臭不要脸，不是说臭不要脸啊？有人朋友说，怎么一上来就要掌声啊？对呀，要别的他们也不给呀。您没要人家就给礼物了，我们给我们给，你给我不要呢？来，紧接着介绍旁边的这位啊，旁边的这位啊，也是，嗨。吓唬一跳，你看啊，这位呢也是有名的演员，叫郎鹤炎，是我。谢谢大家。没想到到你那还有掌声，我的天哪！这都是我们家长啊。站在郎鹤炎旁边的呢是张鹤伦。对，因为我们三个人嘛。嘿，啊，怎么了？我呢？哎呦，这怎么还有一只？我上来半天了，我嗨，别着急，你得介绍我呀，没到您呢，慢慢说，慢慢一个一个来。对对，大伙儿对我们性质还不太了解啊，嗯，我是逗哏的，哎，他是，来旁边这个是捧哏的，哎，我们俩，我这个角色呢，应该说是到你了吗？还没有着急呀，啊，个人简历还没介绍呢。哦，哎，你介绍。对，逗哏的啊，来德云社已经十年了，嗯，还是一个小学生，哎，希望各位多多的担待着听。嗯，捧哏这位，我比他来的晚两年，郎鹤炎郎老师，嗯，晚了两年，但是人家在这些当中啊，这些演员当中也算是激励鹤群，对，表现的那都看不见我呀，不是老成激励鹤群，怎么说呀？合着我老在腿底下走，我这。不是有一句成语怎么说的？鹤立鸡群，鹤立鸡群能是您吗？那不能是您吗？哎，鹤立鸡群得是我呀！我琢磨着也是啊，啊，咱也没有必要这样。是是，严老师啊，我得说话呀，你半天了，你跟傻子似的。你让我说话了吗？站着往这一站就好，真是的，你长得跟熊二似的。说你。上来他就偷懒了，真是。他也是一个捧哏演员，叫严什么无所谓。啊，我跟你说，好无所谓像话吗？他叫严无所谓。啊，去你妈！您说那日本人啊？你有人类的名字吗？严鹤祥。严鹤祥。嗯。大伙都知道，三个人往台上一站，最起码我这说点，他这说点，你听他。嗯。严鹤祥往旁边一站，那不就是离我们最近的观众吗？对。你这样应该加票钱，知道吗？我怎么成观众了我？没有几句词儿，嗯啊，哦，有，好，哎，嗯，哦，嘿，有严老师，你给片儿配音呢？这是什么意思？那怎么就啊 O A 的？这是
就是嗯啊，这是爱海悠河，别停疼，就是别停疼。对对对，就这仨字，停下我更疼，知道吧？不是，有没有这样的节目啊？哎，逗哏的打，别停疼，有没有？你回忆回忆，你挣钱的时候。哦，他这个还挣钱的。你要在这儿，你把钱退给我，我跟你说。啊，收你钱我疯了，我讨厌。我呀，因为好多观众啊都是捧人家来的。没有没有，捧你二位来的。严鹤祥严老师现在有外号叫什么？壮壮。啊，这是一个也是一个狗的名字。这是狗的名字，我想问问怎么叫也是一个狗的名字？因为你外号不叫大黄吗？得，把我饶里边了。他是个骨头啊。三个人在一块儿，说实话不常见。嗯，能耐啊都一般。嗯，因为开场的演员啊，能耐都是一般的。嗯，越往后水平越高。对，茶迟后来宴。对不对？你像我师傅他们，马上待会儿啊，穿好裤子裤衩就上来给您表演了。不，咱师傅怎么从里往外穿呢？不是，人家不得整理好服装吗？换上大褂来给大伙表演。对对，咱们这头一场节目啊，是就先让大伙对剧场有一个熟悉的过程。对，了解。对，了解三个人啊，都是干什么的？嗯，都是赫子科的小演员。嗯，但话说回来了，怎么，是不是也有想火的梦想啊？多新鲜！你看穿演员都想火，穿着衣服就没看出来吗？这个都不挨的。嗯，我跟你说啊，想火就得努力。老话说，没有一口吃成一个小黑胖子的。那所以说，您等会儿，您这是影射谁？您这是说谁呢？我没有说谁啊。啊，那哪个老话这么说的？我姥姥说的话。你姥姥说的不叫老话啊。三岁，咱说必须人往高处走嘛。嗯，老话说，近朱者赤，近尿者骚。对，啊，近那玩意儿干嘛呀？您俩回来，您俩回来，合着我这是膀胱是吧？哎，不行，有一点肥大，你有点哪儿都肥大了，有一点，不许美化它。我哦，您小心我自爆，我跟你说啊，煤气罐澄清来自爆。废话，膀胱要自爆了，你想想。现在来说，观众们喜欢您这样的，对，真的，长相有特色呀。我这模样，真的啊，每个人在台上，你得让观众记得住，是你不能上台演完之后20分钟下去，观众把你忘了。那不行，演员得有自己的特色。对对，拿我们严鹤祥严老师来说，哦，严老师，人家的特色就是特别色，没错。你看，他在我们这个行业，你媳妇儿什么都跟你说，我跟你说你。这点比你媳妇儿就差，我跟你说。我跟你，你这一叫，你说，咱都吃亏了啊！不是，他刚叫我，他抢我词儿的。人家你要不还得少说话呢。哦，我少说，我少说。哈，你真是怎么扯到媳妇这事儿来了？咱这都是秘密啊，不能说，不能说，因为我们在台上得宣传一些高雅的东西。就咱这个呀，哎，咱们到现在有一点低俗吗？没有吗？没有没有。咱从低俗，自己怎么不自信呢？哦，咱应该自信，对，对不对？我认为啊，演员到后来拼的都是文化。嗯，哎，这点来说，我师父总说。对，但是话要说回来，我师父老说这话，我师父有真正的高学历吗？他也没有。不，怎么没有呢？他的学历就是小本。什么叫小本呢？小学本科。没听说。小学没有本科。于谦老师，嗯，幼本。那甭问了，幼儿园本科。真的，看岳云鹏，小岳呢？胎本，胎本，对。那他要异业了，就算流产是吧？啊，差点啊！什么叫差点啊？这个哪有胎本呢？就是胎教本科啊，没听说词儿。哺育他，给他灌输这些能耐，嗯，他养分。我们到德云社来之后。就不一样了，哦，跟着我师父学。嗯，你像学什么呀？您说，大伙都知道我师父好唱戏，太对了，对不对？京平梆曲，人家没有会的，那可不。所有的吓我一跳，干嘛？你说清楚，今儿跨年，咱算告别舞台是吧？不是，咱们跨不过去了吗？那得您说了算呢。别，没有不会的，样样精通，都会。对不对？来德云社先学这些传统的能耐，嗯，跟我师父学，
而且我大伙都知道，现在我师傅忙着各地巡演，全球巡演，全球巡演。嗯，当然了，有些时候小活啊，他就不爱接了。哦，他也是来接不过来。澳洲、美国经常去，对对，对不对？如履平地，两步就过去。对，人家到那儿怎么两步就过去了呢？澳洲吗？啊，蹬自行车就上澳洲了。您憋着淹死咱师傅呢，是怎么着？怎么还淹死啊？自行车能奔澳洲吗？那怎么不能啊？左手把好把，右手把大梁，刹车脚点地，澳洲算个屁呀！好嘛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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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您这姿势看着还像是掏着裆挤的是吧？他那个头他够不着大梁，就可以了，只能掏裆式。我说这链子蹬红了也到不了澳洲啊，这个。就说人家去大的国家方便坐飞机，但是小的国家，他就轮到我们了。哎，对，哦，是是，真的啊。最近来说，我们也有全球巡演的计划，当中也有我们。对对，也有我们俩去日本演出。是，嗯，而且大伙儿听了，去日本说相声谁听啊？嗯，哎，对，也听不懂。我们是唱戏啊，那不更没人听了吗？唱梆子。哦，对对对，那呢？日本梆子。这我不是听着都新鲜吧？我怎么不知道咱公司安排这演出呢？就是你有你的忙的，我们有我们忙，这事儿您不是他知道？对，真的、哦、早就安排了，跟我们说这个了。嗯，然后说到那儿唱戏，让我们两个组织组织人，嗯、到那儿唱戏，人家给钱，人民币100万美金，可不少啊。这个是您琢磨琢磨，兄弟兄弟，这汇率您知道？咱让人坑了，咱让人坑了，人民币100万美金，这到底是美金的还是英镑啊？这是。给的呀是美金啊，刚开始日元折合成美金给的我，哦，这么这么着啊，而且还给钱哦，而且唱这个东西 啊，兄弟，刚才我也说了，嗯，要是真想挣钱，跟着我们来，带你发家，带你致富。不不不，他忙他忙，咱们忙咱们的，他忙他还得修自行车去呢。你等会儿，那不是师傅修吗？不是，他得跟着那拧螺丝。我说你们俩肯定给演出部又送礼了，是不是？你们俩最近不是那肯定的？怎么一有这演出没有我呢？怎么又安排你们上日本了呀？你有你的事儿。我是申请去好几年日本了，没批我去。就你这模样呢？跟这个没关系，我们是去演出去。我也能跟你们去呀？能去吗？能去呀。能去带着你，我们缺人着呢。啊大团体，不是你等会儿，你说他去不了，怎么去不了？我怎么去不了啊？话说回来啊，咱仨一块儿，我们唱戏你会吗？谁说的？我也会唱戏呀、啊。唱戏你演什么？你演一桌子？我干嘛演桌子？咱来角儿啊，咱们主角儿啊。你多大的角儿啊？哎，你这个颜色倒挺像。你哪个角儿？那你要演员。真行吗？行啊，真行。咱简单的考你两个啊。可以，来，戏曲上的简单动作，没问题。这个正官，还行啊。哎，行啊。啊，那你再看这个。哦，这个吕然，你看，啊，看这个，这个，哎，这个，干嘛你这？这叫就谁说的刚漏啊？生气了啊？不是，人家说我怎么没听见呢？他喊了一句，这叫推然。真行啊！推然都知道。那你看，你再看我这个啊。干嘛？你这叫搂然。搂然。叫做私扎。对了，你不说我也没看出来。真行！哎，我这人眼看狗低了啊。像话吗？怎么了？什么叫人眼看狗低？没想到还真会点这简单的 啊！看这个，再来一个。啊，这叫端带，不是？这叫端带。这我不知道，这裤子掉了，提上。去。哎，不行了吧？哪儿有这？是不是不行了？最基本的，这都是。切，先了解这个基础知识。你要说能去，咱就去。可以啊。那真行啊！你除了裤子掉这个我不行，其他我都可以、啊。那完了，那去不了日本了，到那儿都得有这个动作。哎，而且还得关键还得有这个动作。这是什么呀？你就结扎这是？系裤子。你们家这么大动作是？咱来点那个戏曲学校教过的。真行吗？哎，我要真行，咱也甭来这个简单的动作了，咱在这表演一回不就行了吗？可以啊，可不可以啊？主要是考一考他。到那儿去，我们跟你说，简单第一出打炮戏是什么呢？
这个一般不好来，你知道吗？这不用去那儿，这哪儿都可以，知道吗？咱们刚才故事是白交代了吗？什么故事？你也不能揍我呀！我今天不是带着你找皇上赔礼道歉去吗？找我，找我，对不对？我打你，我不是给皇上看的吗？对。我为什么打你？我是你的爸爸。哎。你们都学坏了，我跟你说。我不打你，谁打你啊？哦，这剧情就开始了。多新还等二年呢。不是，你要不然咱别唱了。我看他不行了。我不知道还有这个呢，我这亮相呢，我以为亮相就完了啊，就内在的。那你打完我怎么办呀？你很不高兴啊。啊，但是我因为我是你的爸爸，哎，你不高兴的情绪又不能显露出来，只能那委曲求全的，嘿，哦，来了吧，我嘿，嘿，哦，就表现出内心的愤怒，就炮轮丢了那感觉是吧？啊。哦，行行行，主要演戏在这儿呢。我来看过日本电影。来，cos day pass day 开了一马子，将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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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嘟变大长，嘿，这边的，八嘎，嘿，八嘎，干啥呀？太君打我就完了，翻译官你来，这位不行啊，这没有这个。等会儿，你别着急，我的儿子，我来训。你的儿子，你刚才没说这个，他打我干嘛？你看刚才说了，我是你的爸爸。哎，人有双重父母，你娶了他的姑娘，他就是你的岳父，岳父又是你的爸爸。哎，这剧场有回音啊，我跟你们说，这绕梁三日。我打你，皇上打你不应该吗？我这打你算轻的，要不然你们全家叽叽叽叽。这回记住了吗？哦，这岳父也这么大脾气呢。对呀、啊，那可不。出来！我闺女都被抽拉胯了，你这。后塞帕塞开龙一马三，将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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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嘟儿变大长，嘿，这边的，八嘎，嘿，八嘎，嘿，八嘎，嘿，八嘎，你唠什么呀？你乐什么玩意儿呢？我当乐什么呀你？我当了八年捧哏的，我终于也能在台上超人了。我这不赖我吧？这个赖他呀！给我演戏！你要这样的话啊，我跟你说，只有一个办法。那我怎么办呢？重来。好的。对不起，观众啊，我自我检讨一下。将嘚儿变大长，嘿，这边的。八嘎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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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瓦达西耶努死了的，杰古泰罗古泰要多钱，一死嘛多一些要多钱，哎，来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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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一首亚麻得，你们日本帮子这是日本疯子，是你看吧。啊，怎么了？什么叫说什么呢你？低俗打炮戏啊，这多难听啊这个。那你们叫什么低俗打炮戏啊？哦，原来你们都这么唱的是吧？就第一出戏就完了，就第一出戏就头出戏啊，头炮戏啊，可以，听懂吗？啊，头炮戏什么呀？打金枝，哎。啊，这戏我熟，这戏你还知道？我熟这个。嘿，行啊，那你要熟的话，简单三言两语，咱简单介绍一下剧情。您说说。郭子仪的儿子郭爱把公主给打了，嗯，对不对？惹怒了公主。当天那天是郭爱他母亲过生日，知道吗？然后那个公主没去，嗯，郭爱借点酒劲儿回来不愿意了。我妈的生日你怎么不去呢？公主说千金之体，你妈的生日我不去怎么了？这脾气上来了。嘿，我妈的生日你都敢不去啊？借点酒劲儿，啪啪啪啪，左右3000个大嘴巴呀！这一边1500，嗯，我抽的公主都拉了胯了，我哦，合着抽屁股上了是吧？你能打脸吗？那是国家的颜面，能打脸吗？哦，公主找到父亲了，嗯，说你敢打我？我爸的谁？当朝的扛把子，这是皇上，这是黑社会的，这你完了，你等着吧。找皇上去了、嗯、皇上一看眼泪都下来了，嗯，闺女什么也别说了，先把裤子提上，我说慢慢的我给你报仇、
报仇雪恨啊。这郭子仪知道这事儿了、赶紧带着自个儿的儿子郭爱找皇上赔礼道歉去，这么一个小故事。对、跟我知道那大概一样，大概一样，大概一样。这么的啊，你要来呢，今天得给你个便宜啊。什么呀？你呢来演这个郭爱。好，好吧，主角。对呢，我演这个郭子仪。那行，好吧。那我你来，你这模样你演太监。行。凭什么呀？啊！我来太监，这里没太监，这皇上行不行？哎，我来皇上，我这模样也合适。皇上也还什么模样？您还是太监合适。不，我来皇上，皇上。那就这样，简单，这就是那个皇宫的哦，龙书案。对了，啊，咱们呢，我找你，我带着你找他来赔礼道歉。好，最依最勤的感觉，知道吗？就绑着我吗？绑着你，那简单的来说，给你捯饬，还捯饬，最多得像犯罪的样子啊。哦，哎，来，低点。哎，你这脑子这么大呢？这年头这沙皮也不好找。脑子真大。行了吗？不是，你脑子穿几号鞋？我这腰椎呢？几号鞋像话吗？他这脑子一看就42的嘛。哎，来吧，小宝贝儿，亮个相吧。你不知道，我以为是漫威里边的人物、我憋着抢银行去是怎么的？这就行了啊，这行了啊，手呢就没有必要说捆着了啊，你自己往后一背就行了。我觉得你跟洪秀全似的，有这么英俊的洪秀全吗？对吧？完那个嘴里边呢也不用叼着什么东西了，不用还叼东西，我是狗啊，我是人啊，哎，不许糟践狗。不是惩罚你啊！哦，惩罚你的感觉，负荆请罪的感觉，我得不服那感觉。对，跟着我来。好，到金殿找皇上赔礼道歉。得了，那不像二皇是吧？来，这，哦，行，来，那我在哪儿啊？你就在这儿打家伙，哼着就打家伙。这儿就是金殿，我打家伙。来了啊！我绑着我是吧？跟着我啊！受罪的感觉。Cos de pas de 开罗一马子。哎，怎么回来了？你给观众先翻译一下，什么意思？什么乱？什么裤子开着谁扒了你？什么日子？你是来唱戏的吗？不是什么乱七八糟，没听懂吗 ？Cos de pas de 开罗一马子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今天天气不错，我带着我儿子到金殿上找皇上聊聊天，希望皇上能原谅我们全家所犯下的过错。句号。对，你这句是个压缩包是怎么着呢？您说这么多了吗？日语是不懂啊，就这么简洁。日语五十元音，你现在学啊一喂哦，哎，卡提库凯口，哎，萨西死才走是马咪母埋莫，没错。我们这天津快板，将嘟吧大藏。这边的，啊，过去，八哥，干呀？哎，又干什么？怎么着？我这开着一辆相声过来打。首先，请您欣赏相声《我是歌手》，表演者张鹤伦、郎鹤炎。待会儿上我那屋啊！不是那个，郎鹤炎。哎，待会儿我去你那屋。哦，你们三个人一屋啊？我有时候我也串台啊。哎，你明天再说。确实啊，你今天来都是捧您的观众。没有，好多人都知道郎鹤炎啊，现在小有名气了。不敢说名气，真的，我的天，为什么一上台来，大伙这么报以热烈的掌声啊？大伙捧，期待是千呼万唤你出来。你听听，那您这没文化了？怎么了？千呼万唤使出。有什么区别？合着我比那个味儿还大呢，是吗？味儿大？没有味儿。味儿大？没有。大味儿？怎么说呢？大味儿？没有味儿，真的。大角儿？角儿更不可能了，没味儿也没角儿。角儿？没有。大角儿？怎么还大角儿？大角儿？哎呦，
说这两天轮船上吃水果少了是怎么的？现在名气大呀。您少说这个。这大伙人都一上台就喊郎鹤炎，我爱你，我要跟你生孩子。我谁喊这个了？心里话嘛，您别看清楚人家。一般来说都是我师父有这种啊，郭德纲我爱你，我要跟你生孩子，现在就生，快点嘞。哟，就这两天就忍不住了，这。啊，郭德，你先脱，我随意啊，这种。这上哪儿演出去了？台上喊的，我师父在台上一听特别尴尬，脸腾也红了。对，用手一指那女观众啊，女的，来后台啊。来后台干什么？好好教育教育。当这么些人怎么能喊这个呢？哦，是就是发微信呢。哎，私聊啊。人家是明星是大腕儿，嗯，到我们这儿来说就差一点了。是是，尤其到我这儿，好多观众可能还都不认识，不熟悉。先简单的介绍一下，您说说吧。我叫张鹤伦。哎，是他。特别的安静哈，特别的安静。没事，可能大伙儿都找座了。到人这郎鹤炎哇，我爱你。到人说张鹤伦特别安静，没关系。我认为什么呀？鼓掌是人情，哎，不鼓掌是本分。您这话好，就是今天的本分人特别多。别停！别停！您这叫煽动群众。别停！越来越不要脸了啊！别停！演员嘛，在台上哪有要脸的？哎，是这么说吗？老话有一句话怎么说呀？说什么呀？要想卖，脸朝外。哦，对不对？你跟大伙儿，你在台上你说这话，你在台上卖的时候，观众必须得接受。哦，你得撒得开，你不能又不好意思羞涩，完了啊，撒得开，张嘴说出什么都跟真的一样。那都怎么说呢？比方说，我是你爸爸。哎，说出来就得是这么回事儿。就得跟真的。你有意思吗？怎么了？你没事说这干嘛呀？我这就是看演员的心态。那后边呢？心态来说啊，嗯，咱不说这个。话说回来，到现在来说，人家都看郭德纲，看于谦，哎，看咱师傅。我们上台来呢，就是给大伙儿一个找座位的一个时间。对对，对不对？心里边明白。大伙儿呢，就是有些人，人家不懒得看我们，哦，不爱看呢，就刷着朋友圈看着他，这他妈谁呀？哎，赶紧说完下去得了。就心态，长得也不好看。我们俩是难看点儿。我的天，尤其这捧哏的，就这样。咱说来话，我明白大伙的心态啊，长相上吃亏，对，真是的，就是刚才只是昨天去韩国的时候，怎么样？面签啊，必须得面签的，就得有我们俩，是是是，过不去呀，啊，人家倒是直接就是通过了，怎么着？哎，你们俩过来看一看，我的天，怎么长那么难看呢？他以为咱们去韩国整容去呢。确实，咱可能啊，就是没有人家帅。现在是小鲜肉的年代，哎，没错，讲的什么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，嗯，剩下90分全靠脸啊。这是人，您这是百分制啊？对呀，啊，这什么是老话？这不是这么说的，是。咱是长相上是来说吃亏一点，哎，不占优势，对不对？德云社当中啊，能人辈出啊，是是，德云社有四大才。四大才是谁？就是四个特别有才华的人 啊谁？郭德纲。哦，咱师傅。于谦。嗯。侯震。哦。高峰。嘿，四个才子啊。嗯，你说是创作天文地理都行。对对，德云社还有四大美。那甭问是四个好看的了，哎，四个帅哥。都谁呀？郭麒麟。哎呦呵啊，张鹤伦、岳云鹏、烧饼。我说啊，你先等会儿，你先等会儿，我先问问你，怎么？除了郭麒麟，后边那三个是什么鬼？
什么叫什么鬼呀、啊？那仨是人吗？对，面签都过不去的，这都。我跟你说，我们三个人爱美啊，啊，天天微博自拍，嗯，就爱微博美颜，都我们仨啊，是，经常德云社好美的就我们这么几个，哎呀，没事自拍啊，好美可以，四大美嘛，心灵美行不行？啊，心里美可以啊，心灵美四大美，大萝卜，德云社还有四大傻，这我得听听是谁了，有郎鹤炎。后边没了，就我一个呀，我还占四个人的地儿。这你能耐大呀，一抵四啊，那也不能是傻的能耐呀，人聪明有学府知识高，好多朋友以为捧哏的傻，不是那种啊，哎，装的很傻很天真，对对，实际人家捧哏的很聪明。哎，有个成语来形容他们，哎，说说，叫大愚若智。我就在很多，我就是真傻。那成语是大愚若智吗？哦，对，小愚若智。我不是那意思，我等于若智。别鼓掌了，就。我就猜我能猜对，你知道吗？这不是等于若智是他们啊。您呢？我约等于。演员懂得自黑，你看什么？我自黑的都没模样了。你甭管那个 啊，人家观众来就是捧我们来的，是，对不对？人家到游轮上听相声，我觉得特别了不起。对，对不对？能会活着，会消遣，有钱，嗯，那都是有钱人，来到这消费，对不对？对，甭管是带着朋友来听一听，啊，或者带着媳妇来听一听，哎，情侣啊，对不对？带着朋友的媳妇来听一听，玩呗。不是，我发现你比今儿这船还浪呢。有树叶过河靠的就是这么一股子浪劲儿。我觉得是船欲静而浪不止。上一边的有带朋友的，有带媳妇儿的，没有带朋友的媳妇儿的没有吗？没。你听听。哦，合着游轮就得这么玩是吗？这台底下这么多对儿呢，你敢保证吗？下你敢保证？咱这么着，咱我跟你说，我保证，保证是吧？对，咱调查一下。您怎么调查？楼上楼下，包括地下室的朋友。对，地下室的朋友，您说那是船员，咱管不了。咱这算上啊，嗯，这么着啊，带着自个儿媳妇来的，举下手我看看。你瞧，剩下都是别人的呀。你们玩的也太开放了。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我觉得这应该叫加勒比偷情号。你别说的那么直接，可算是到了公海上了，是吧？到公海没人管了吗？确实没人管。谁说的？我就得管管。您等会儿吧，您没看清楚，咱头一排这帅哥。我知道，看着这大哥离这么近还敢举手。哎，两口子，是两口子，谁信呢？我说您能不能说句人话呀？我说是，你仔细看看。是大哥，是大哥，我佩服大哥。对，头一个举手的，哎，而且离舞台这么近，敢第一个举手，大哥，我佩服您。为什么佩服您呢？嗯，你看这次戴这个比上次那漂亮多了。好吧。啊，你看清楚了吗？上次是不是戴错人了？没关系，大哥你别往心，大姐别往心。当然上次大姐戴的也不是你。啊，那就祝你们四个幸福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开玩笑，别闹啊，这是两口子吗？是两口子，是两，怎么还一个摇头一个点头呢？整准了啊，没关系，是两口子，祝你们幸福。哎，不是两口子，祝你们平安。哎，对。不是人话，这都没关系啊，大哥被我玩坏了吧？是不是举手后悔了？真是，没关系。什么叫举手后悔了？这到这儿来嘛，就是为了散心，就是逃避家里边追捕什么的。行行行行，到家里边你到哪儿给你来个定位？到公海能定位着吗？啊，也能有 WiFi 啊，不好说。你今天带谁来的？这是带你吗，孙仔？你离我远点吧，我有人约了。我别
别闹啊、嗯、来到这儿跟大伙儿人家也说了，说相声嘛你得有点正经的能耐。对了对不对，首先来说你得有基本功啊，基本功四门功课，说学对逗唱嘛。哎对对了啊，打我来说吧，怎么样，我的特点是唱。哦，张鹤伦爱唱。哎，现在来说一唱歌来说好多人听的都不一样，嗯，年代不同听的东西也不同。对对对，这太对了对不对，你像我师傅的年代听什么呀，听什么新歌的不行。哦，咱郭老师他就听戏可以。哎对，唱个京平帮曲可以，唱歌来说完。哦，你问小刚会唱歌吧，小刚咱师傅是地下室的朋友是吗？不是，他不会唱。不会唱你也别这么说，他平常哼哼什么唱的歌都什么年代，像什么渴望那个年代，渴望的主题曲、嗯、敢问路在何方，是就唱这个。不，这个我们怎么没听过呢？什么敢问路在何方不是西游记的主题曲？这不一首歌吗？两首，他唱的是一首两首。你听着呀、嗯、他这么唱，你挑着担，欲说当年好困惑，迎来日出难取舍，踏平坎坷成大道，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？我师父的代表作是吧、嗯、郭老师摁着遥控器唱的是。人家那他年代就在这儿哦，就会唱点传统的。是是，年轻人就不一样了。年轻人怎么了？年轻人什么年代听什么样的歌？哎，这还真是有区别。比方说啊，零零后听什么呀？听什么 ？TFBOY。哦，小帅哥，仨小男孩儿、嗯，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，这首歌给你快乐。你有没有爱上我？好家伙的，大伙的口味都开始重了，哎、对不对？你看零零后都听这个，嗯、一唱好多人都有共鸣，对对，尤其小孩啊。九零后听什么歌啊？这不一样吗？九零后听的叫什么？那个什么，丑八怪呀呀呀呀，别把脸扭过来。谁呀、啊？谁丑八怪呀、啊？丑八不是，这歌不给你唱的吗？哪儿就给我唱的了？九零后都听这个，那不是我。哎，不一样。八零后听什么呀？什么呀？八零后听那些大众的，像什么周杰伦呐、啊。哎，对对对，四大天王啊。四大天王，什么魔力青、魔力红、魔力海、魔力兽？怎么咱听的是大悲咒是吗？您这四个不是同命，您那是万物生，您那是，得亏我知道的多，我哎，流氓，这跟流氓有什么关系？我都丑八怪了，我都干嘛你啊？不是，那得周杰伦四大天王，对，周杰伦那是我心目中的偶像，哎，我也喜欢他。现在啊，哪儿都放周杰伦的歌，对对对，你到哪儿，你到比方说，你甭管是传统和现代的，嗯，夜店。和广场舞大妈啊，都跟周杰伦有关系、啊，是吗？对啊，夜店现在都是咚滋哒滋哒滋咚，都这个吧？哦，夜店的咚滋哒，你广场舞大妈来也是这种，哎，一般有一套马杆，套马杆怎么？大伙都听过啊，也唱周杰伦的歌。这套马杆不是周杰伦，他周杰伦的词儿，没有这事儿。他有啊，套马杆的，你我唱你听听啊，啊，怎么唱的？给我一片蓝天，一轮初升的太阳，给我一片清风，吹开向远方，给我一个汉子，我用一个晚上，给我一个哎哎哎哎哎，那个咱们都冷静一下啊，我得问问你了，这是哪个广场？就船头、哎、船头那个，有那么大地儿吗？这船头那广场，您得好好唱套马杆，跟哪没关系？哪个的大妈跟那唱给汉子用一个晚上？那给几个汉子？不是，我没问几个汉子啊，几个晚上？我也没问几个晚上哦，几个大妈？嗨！我的天、啊、您这没明白，
我说不是这么唱的，不是后面啊，主要后面唱周杰伦，后面唱什么周杰伦的？对呀、啊，看套马的汉子，你威武雄壮，奔驰的骏马像疾风一样，一望无际的原野随你去流浪，我的心像大地一样宽广，嘿、哎，巴扎嘿。原来是这么唱的啊！对呀，他唱周杰伦的那么青花瓷，青花瓷。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。他一唱这个味儿的，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。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在平地蜀汉里放前朝的飘逸，而我只为遇见你伏笔。快使用双截棍，哼哼哈嘿！习武之人切记，忍者无敌。是谁在练太极？风生水起，习武之人不去一身正气。嘿，巴扎嘿！这是你唱的吗？是，周杰伦会弄死你的。人周杰伦现在是明星，是大腕儿，嗯，好多人都唱他的歌，对，喜欢他的歌，哎，包括我也喜欢，是，他有一首歌大伙都比较熟悉，叫《烟花易冷》啊，好听啊，就是他唱的，永远你有的有些词儿你听不清，怎么听不清？你看有一首《烟花易冷》当中，雨纷纷，却故里草木深，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，人间无。人留在那座啊，不错，屌爆了！有病吧？干什么？嚷什么？唱就唱，你扭什么呀？周杰伦的风格呀。周杰伦怎么了？你看头一句，哦，词儿就不对啊。啊？雨纷纷，秋裤里草木生。秋。这是一个什么态度？这是一个秋裤里都长草了，证明他三天没有洗澡。对。那说秋裤里一是不是你三天没洗澡了？我在船上已经三天了，哎呦，您滴水不进呢，这谁说您是秋裤里了？我秋裤里草木生，您听错了。秋裤里草木生，您得看歌词儿，旧故里，哎，旧故里，旧故里怎么生？怎么还有韩语啊？啊，下船之后还学两句韩语，旧故里怎么生？不是酒鬼，我说您的秋裤里怎么生？您哪个旧故里怎么生？啊，西班牙故里旧故里怎么的？是不是骂街呢？谁骂街了？是不是骂我呢？我是夸您呢，这韩语我也知道，知道吗？您知道什么呀？少来这套！谁跟你说的？骂街啊！韩语他能不懂吗？您懂什么韩国歌才去了呢？昨天下船之后唱一首韩国歌，我震惊了好多韩国的那个人员，知道吗？您唱什么韩国？听完之后他们都懵了。您来一我们听听。听着啊，嗯 ，Happy Day。苦涩表情好寂寞，我的人在这就看不出什么的，苦都掀开那苦那年也上去，你看就是买路边买的便宜的地摊货。我还真小瞧您了啊！可能好多人都不懂韩语。是您跟我们说说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有一个人叫比利。这比利买裤子的故事，这什么故事？这是？哎，比利，哎，比利，裤子标签能摘吗？比利说：“可别动，摘了就看不出来新买的。”人说：“你裤兜线开了，裤拉链也生锈了，一看就马路边买的便宜地摊货。”这么一个故事。您是这么唱的？是啊。您再来一遍。哎，比利。哭的表情要摘吗？可别动，摘了就看不出新买的。裤都掀开了，裤拉链也上去，一看就是马路边买的便宜的地摊货。好嘛，你听听，人都懂韩语。是，就应该这么骗韩国人。您呢？您我的宋仲基史密特，你是宋仲基的脚后跟史密特。
干嘛？行了，别来这个了。您那中国字儿、外国味儿，我知道您呐能改编能创作，您也来点好听的。咱有好听的。对呀、啊，我有首代表作，给我师傅给德云社编的一个小曲儿。什么小曲儿？叫《妹妹来看我》。哦，你听听啊。好啊。妹妹若是来看我，不要从那小路来，小路上面的毒蛇多，我怕咬了妹妹的酒。妹妹若是来看我，不要坐那飞机来，飞机上面的大款多，我怕妹妹跟他们过。妹妹若是来看我，不要来到德云社、啊、德云社里的流氓多，流氓头子他姓郭。别唱了。谢谢大伙的掌声鼓励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各位啊。嗯，今天又是一个愉快的日子哦，就在这里相聚了。是这个我们头一场演出，哎，算是基本上开始了，开场吧。好多朋友还都在陆续的进来找座儿、找座位啊。嗯，熟悉一下环境，看看看看周围都是谁，这也看呢，玩一玩手机啊。啊，玩手机上这儿玩来，很正常啊。哦，看看拍一拍照啊。啊，大家找一找有没有 WiFi 呀、啊？挺船上挺贵的，咱都能感觉到。嗯，等到观众啊基本上都落座了之后呢，怎么样？我们也就正式开始的表演了。哎，该演出了。话又说回来，这头一场节目啊，啊，其实最难表演。怎么了？因为大伙的这个精神啊还都没有集中到台上，注意力分散。对，你看听台下，你看好多观众还都在走动，没有关系啊，慢慢来。对，而且心里也都知道什么呀，来的这些观众人看谁来的呀？谁？不是看我们。那是谁呀？看我师父郭德纲。对不对？您先等一会儿，您等一会儿。看我师傅来的。您等一会儿，咱师傅是这样吗？怎么高了？那得多矮呀、啊，还高了？不是我高，你看多高呢？合着您从台下量的呀？咱不说我师傅的个头，那你刚才放屁呢？咱比划一下。这比划跟说一样。首先说让大伙从一个直观的感觉知道我在说谁。哦，就因为说我师父个头那事儿。怎么样？我师父在后台没少骂我。那可不，当着所有徒弟的面，嗯，指着我鼻子骂我，训斥他。张鹤伦，指你。张鹤伦，不是吧？以后在台上要再敢提我的个头，我就抽你，知道吗？我就抽你。反冲！我们师傅打小，哦呦呵，啊都跟，嚯，好嘛！师傅这童年什么都会啊，就这一套，怎么样？就这一套拳法，打的我这膝盖呀、啊！您听听。别打了，对不？别说了，蹦那么高才打在你膝盖上，啊？我没说清楚，怎么回事？当时我蹲着呢。哦，对，那更不对了。么么哒，你跪着打膝盖上吗？师傅在地下一层抽的你，是吧？可能不同的楼层，没有这么着的呀。个头搁一边啊，啊，人家能耐大，哎，有本事，对不对？德云社有今天，嗯，全靠人家，不错。而且我能站在这儿演出啊，得感谢我师父，谢谢老恩师。当然还得换后台的全体师娘，应该的。没有，哎，不，全体师娘，对不起，对我说漏了啊，那个不是、啊，没有这事儿。不是，对，就说没有，
什么叫就说没有、啊、咱不提我师父，对不对？你少说这个，能耐摆第一，嗯，跟人家学的是能耐啊。到今天来说，德云社来说，人家都得看他。那可不吗，都是小徒弟，这帮学员嘛。很多观众是来到这儿不知道我们是谁，不认识。所以说呢，三句哈哈两句乐，先得让观众知道我们叫什么名字。那也不知道啊，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。啊，好坏的知道台上这两位是谁。您什么意思？介绍一下。哦，我叫张鹤伦。哎，是他，德云社们一名普通小演员。嗯，像我师父上台来不用说话，我叫郭、啊不是您先等会儿，您一个眼神，一个观众自然掌声雷动。那您得把名字说全了呀，我叫郭，那叫盆儿是不是还得喊好呢？不是，就是说那意思就感觉出来了。一个手势，观众自然报以热烈的掌声。哎，都认识。到我这儿，我说我叫张鹤伦，你看他也很安静，很安。不合适啊，不合适。不是，咱能不能跟个人似的呀？您跑这要掌声来了？是要别的，他们也不给啊。对，我们这儿还多一丐帮的。不是那意思，嗯，观众来就是捧我们来的啊、嗯，花钱看我们，对，对不对？尤其还在船上表演，是多难得的机会啊！还有旁边的这位啊，总算套我了，也得隆重的说一说，好好的。这位是张鹤伦的搭档，大家好。我们两个人呢，从合作到现在。你也已经很多很多年了，你先等一等，也就是狼狼的狗。我没名字啊，有没有自个儿说，自个儿说不完了吗？那您这隆重介绍没有了，这不得渲染一下气氛吗？不用渲染呢，不用渲染吗？直接介绍就行了，自个儿说。那么我自己，因为我在台上，我不能宣传淫秽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合着我名字是打着马出来的是吧？哎，从日本都回来了，不要提打马的事了。我也没看见什么呀，我。日本对我来说是一个神秘的国洞，总觉得蒙了一层马赛克。您擦擦眼睛吧，这是说的我名字，说他们干嘛？自个儿说行不行？您要不说，我自己说。自个敢吗？有什么不敢？敢吗？没有不敢。来来说，我听。大家好，我叫。闭嘴！吓我一跳。谁吓谁一跳啊？真要说出来呀、啊？介绍一下。万一你说出来，观众说不喜欢，走掉怎么办？人说退票怎么办？早了。不是，我还没说呢，不至于吧？万一有一位呢？怎么会有万里有一，对不对？抬杠是吧？怎么了？行，我今儿就在这儿说了 啊！我自报家门之后，对，但凡有一位喊退票的啊，今天就弄死你。我看谁还鼓掌呢？哎，我这暴脾气，我枪呢？或者你还有枪？我枪呢？啊，这上剧场还带枪？我好几天我没杀人了，我跟你说。哎呦呵，您怎么着了？这是？别惹我，这是。您别说，我来到这个世上没胆子活着回去，这就是一个冤家。好好聊天，干嘛弄死我呀？干嘛呀？多新鲜呀！您让我说名字，人喊退票。你不考验你的人缘吗？这考验我人缘，不能诋毁我呀。你自个儿来啊。就是的。你说一试试。大家好，我叫狼鹤炎。快吧，赶紧开门，从甲板上跳下去。你瞧瞧，你看，人家不光看相声，人家想看自杀来的。观众这么多人喊退票的，我要你就不管啊，但这里边没有姥姥。这歌名是什么呀？外婆的澎湖湾。外婆的澎湖，外婆不就是姥姥吗、嗯？而且后来还有一句“澎湖湾啊，澎湖湾，你姥姥的澎湖湾”。怎么听着像骂街呢？这是澎湖湾吗？胡来呀！这个这都正经的歌都行。正经的歌得有好的呀。都有好的啊！说实话，这歌都简单，都皮毛。就是所有的人都会唱、嗯，都是我们一代人的回忆。对，现在来说有什么 TFBOY 哎，仨帅哥，对不对？嗯，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，
你有没有爱上我？哎，别别别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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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知道你那枪在哪儿呢。不是为了人家就说没有，没有就没有呗。谁说没有？谁说的？好好，我给你跪下，好不好？我早知道您脾气这么大，我们早喊了。不，我就说咱学人家不像，确实小男孩那是人家的偶像，青春偶像。我们当年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他们现在 TF 报，我们当年小虎队啊。对，喂喂，小虎队。小虎队，别小虎队，我东北的小虎队，怎么着？对不对？东北，什么乖乖虎、小帅虎、特别虎，三个人了。对对对，那确实你是特别虎，霹雳虎。你甭管霹不霹雳的，对，就是虎是吧？当年的是不是有这个？哎，这组合好。对，还有好多经典的吗？什么呀？当年的什么那个现后来，当年的那个民谣。民谣歌手谁呀、啊？老狼。对对对。同桌的你好听。如今是谁呀、啊？赵雷。哎。很火是吧？嗯，成都啊，来两句，到这。让我掉下眼泪的，不只是昨夜的酒；让我依依不舍的，不止你的温柔。一路还要走多久？我用你吗？不是，我就想问一句，你怎么知道我忘词了？我二姨你妈说的。不要这样，人家代表作太多了。嗯，成都啊，南方姑娘啊，对对，等等，画呀，好多经典的歌曲。是，再往前提有一个也是民谣很出名的，过度的宋冬野。哎，对，他的缺点咱们不提。哎，是是，咱就提他的优点。嗯，那不对，他的缺点咱不提啊，没有必要。还不提呢？优点来说，人唱歌唱得好极了，创作当年的董小姐好听，一首歌深入人心啊。嗯，您也会吗？沧桑深沉的感觉。来来，董小姐，这不是包袱，不要，你给我笑毛了。什么环节？我怎么我裤子掉了啊？不能，裤子掉了也没穿裤衩。你别兴奋啊。我兴还奋。董小姐，你的鼻子有两个孔。您，我说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怎么提提裤子？是不是着凉了？不是，就他笑的呀。谁笑您姐？自己又忘词儿了。瞎唱。董小姐，你熄灭了烟，说起从前，你说前半宿就这样。前半生。好的，你说前半生。就这样吧，不管你要钱。这是董小姐，你可知道我已经习惯了免单，你突然找我要钱，我还觉得你有点不要脸。行了，所以那些都不是真的，董小姐，这不胡唱吗？我记得是这个词儿吧。哪个词儿啊？那我唱的可能就是中心思想。没有这事儿，这无所谓啊。就是现在来说大伙喜欢听歌，嗯，如今更火的吴亦凡啊，鹿晗，对，张艺兴，嗯，薛之谦，哎，都火。过去也有啊。谁呀？四大天王。哦，对对对，魔力青、魔力红、魔力海、魔力兽。您说那是庙里那四位。张秀尔、刘德华、郭富城、黎明，哎，张秀尔还有把吉他，黎明拿一蛇，郭富城打把伞，刘德华天天耍剑去，反正四大天王，那不还是看门的那四个吗？甭管，我心目当中偶像谁呀、啊？张学友，哎，那也是我的偶像，歌神啊，太好了，好多的歌深入人心，而且成为了经典，耳熟能详，国外都翻唱，对对对，吻别，没错，国外翻唱，还记得吗？啊，那乐队嘛，对不对 ？Take me to your heart。Take me to your soul, give me your hand before I'm old. Show me what love is, heaven get a new. Show me what wonders can be true. 后面可能就是不会了。得，行了，可以鼓掌了。
太不要脸了，这还国外歌啊啊！您这连村都没出去啊！国外翻唱的，我凭什么要唱英文啊？中文博大精深，为什么要唱英文的歌曲啊？那您唱那吻别呀？吻别中文的大伙儿都会唱。对。但是如今为什么他走出了朋友们手机里边呢？谁的手机里很少有播放吻别的了？哦。因为它成为了一代的回忆。年代久远了。应该让它成为一个永恒的经典。不永恒吗？谁的手机里都应该被翻唱啊，包括小学生都应该传唱这首歌曲。小学生唱这个？对呀，你往里添入些经典的元素啊。什么元素？你把那个什么东西永恒成为经典了，就是，到现在大伙都在学唐诗啊，诗词歌赋。对，你把唐诗添成这个词儿，大伙不又学这个曲又学这个词儿的吗？你是不是该吃药了？没到点呢啊，真拿药盯着呢。我说的有道理。不可能，唱不出来。我给你学学呀。啊，我来回啊。来回唐诗版的吻别，你听听。少次白的彩云间，万里江陵竟然一日还，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了万重山，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，姑苏城外寒山寺，这个夜半钟声到客船，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，锄禾竟然日在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，锄禾锄禾日当午。别唱，你就在台上自爆了。我凭什么自爆啊？人我说弄死你，人家才喊的。观众人都觉得不出名。嗯，演员在台上来说，你不值一提啊，就是因为你能耐不够。本事有限，知名度不高，差着呢，对不对？嗯，慢慢来啊。老话说，没有一口吃成一个小黑胖子的，这都得从一 点。这是什么老话？我姥姥说的话。你姥姥就认识咱师傅是吧？这你管不着啊，向人家学习啊，学吧，对不对？都学什么了？学的太多了。比方说呢？四门功课啊，吃喝嫖嫖，很多时候。您等会儿，那段，你这好像是三门啊。啊，也有时候也不吃不喝，作为一个就这一门了，不是，那什么哪门？说学逗唱，改了，没改，打起儿就是这个。都知道这几门，知道您说呀，对不对？说学逗唱，嘴皮子得干净利索，得清楚，最起码的吧。说相声讲究这个啊，嗯，什么报贯口类的作品啊，嗯，有没有？有朋友别笑啊，笑生气了啊，大哥你再笑一个，把笑容给我收起。笑容还收起？人家看你出殡来了。我刚才说错了一点，他在这不是，人关键是一句话六个字，你说错三对儿啊。真是老妹儿，你管管他，是两口子吗？是两哦，不是啊，不是两口子，坐这么近啊，这不是上船了吗？这么神奇吗？今天楼上楼下我调查一下啊。您调查什么呀？这么着，带着自个儿媳妇来的举下手我看看。都是别人的呀？你们玩的也太开放了。哦，原来这个船是这个样子的。要不然都有 VIP 呢。不是，我就不理解，怎么都不是两口子？谁说都不是了？是不是？你怎么不举手呢？就你坐最近还不是两口子，路过的。路过的，你还不是说游过来？路过就录一个房间去了，无所谓啊，无所谓。是两口子，祝你们幸福。哎，不是两口子，祝你们平安。平安。对不对？这什么话？这是四个人好好过呗。对，怎么又多俩呀？
人家还有家里边都有，两个孩子都有呢。嚯、哦，来到这儿就是捧我们来的，对对，对不对？看的是能耐，是不管带谁来。您就说您的本事在哪儿？说学逗唱，说嘴皮子最起码干净利索啊，贯口类的哦，什么报菜名啊、地理图啊，嗯，和地理图各个国家的地名，想想后边、嗯、都有啊，嗯，还有什么绕口令啊。可以吗？行，绕口令也行。都有这什么？打南边来个喇嘛，手里提了五斤塔嘛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，腰里别着个喇嘛，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去换，腰里别着喇叭的哑巴，别着喇叭哑巴说不换。嗯，两个人彼此。等会儿，哑巴说不换，哑巴愣说话了。哑巴能说话吗？你说的哑巴说不换，哑巴要说还没说出来呢。那你怎么说出来的？心里话，啊、不换。您学这还是驴啊？这还带甩石的这个绕口令，嗯，这都简单的。还有什么？什么门后吊吊那个啊？门后吊刀，刀倒吊着。我知道，我知道这个，我知道怎么了？知道您没说。小朋友不要嘲笑我好吗？不要嘲笑我。你没说门后吊刀，刀倒吊，钓鱼要钓。哦哦。钓鱼要钓刀鱼，钓刀鱼要到岛上钓。是嫌你吗？是嫌你吗？不是嫌我，我怕小朋友乐你。说快点儿，说那么慢就能的吗？钓鱼要到刀鱼，要到刀鱼。好不容易钓上来了，你到它干嘛？钓鱼要钓刀鱼，钓刀鱼要到钓。别跟。无所不我枪呢。你可能我头回知道这扇子还算凶器了。是您呐，您这说不太利索。我脾气不太好啊，真的啊。怎么着，再说一下，再说谁，再说一下，我上就把他衣服扒了，你知道吗？生气了、啊、您这是什么演员？这是他们老嘲笑我啊！这咱有拿手的呀。什么拿手？说不行，唱可以呀。行吗？当然了。能唱什么？德云社打哎呦呵呵，哎哎，打听打听。怎么是这两天晕船了，还是怎么了？我在一会儿吐台上。哎呦，别介，那得多脏啊！唱来说咱是可以的。嗯，传统的东西什么呀？本门的唱，太平歌词、说学逗唱是本门有啊。对，太平歌词来说，现在在这个舞台上很少有人唱，为什么呀？太难，哦，复杂，一上就是一下就是来回刀子的唱，那还行啊。来两句听听，我们来了，有没有这个韵味啊？感受一下啊。唱一什么？唱一个，唱一个劝人方。好啊，嗯，这啊，天为宝盖，地为池，人生世上浑水的鱼，父母养儿鱼，拴着水，子孝孙贤，水养鱼。人生在世非容易，那气化清风，肉化泥，龙游浅水是遭下戏，那虎落平阳是被犬欺，得了志的狸猫换四个虎，落了魄的凤凰就不如鸡，猛虎岂在当道卧，那困龙也有这上天时，攒起了金山翠明的鬼，交下了这朋友是护身的皮，我一言唱不尽这劝人方，一个小段的我是愿诸位，那居家欢乐是受与天齐。好，本门的唱太平歌词，剩下再唱什么都算学了。哎，学累了。像我们这个年龄来说吧，怎么样？最起码大伙都喜欢唱歌。对，流行歌曲少男少女都喜欢，可不嘛。尤其作为我们这些九零后的孩子，那是对于流行歌曲来说，谁鱼的呀？您先等会儿。我枪呢？你那枪可能钓鱼去了。我抽你啊！抽 你啊、你抽我干嘛呀？我想问问你，你怎么就九零后了？怎么了？一八九零后，
哦，这是一个诈尸表演艺术家。真的，这是八零后的。哦，85年的。我本命年，我穿着红裤衩呢，我怕什么呀？我，别。别，咱们都冷静冷静，别这样那合适呢？你也是，你说话你85年的本命年，来脱吧脱，快点快点，我没穿，你就怎么样？太过分了吧？钓鱼忘岛上了，好家伙了，您拿裤衩兜鱼去了，这是，真是85年的，长得老了一点，是啊。爱信不信、啊、嗯，脾气不好，嗯，爱信不信，75的、嗯、哎，这个我也没有想到，65的，我清朝的，你看我这写着反清复明呢，你看看，来您等会儿，谁前面写反清复明啊？那不出门让人打死啊，生气了，没有这纹身，年龄搁一边，嗯，好唱歌，就怎么样？你说唱歌来说吧，都喜欢唱歌啊。德云社来说，唱歌的少；我师傅来说，郭老师唱歌都戏味儿，是吗？他一唱歌，好好一首歌，他唱出戏的感觉。哦，你看花心，我师傅一唱这个味儿、嗯，花的心藏在蕊中，恐怕花期都错过。这感觉一出来就不像唱歌，别有风味。于谦老师，于老师一唱歌带捧哏，嗯啊，但是于老师一唱歌这样，怎么唱？对你的思念怎么的？是一天又一天，哦，两天。孤单的我一个人，还是没有改变，还那样。自个儿跟自个儿玩的可开心了，您这不胡说八道吗？那我们年轻人就哦唱歌了啊，唱歌来说你怎么样？喜欢，不光我喜欢，大家都喜欢啊。是啊，现在广场舞跳的都不是流行歌曲、口水歌吗？哎，对对对，大伙都听过这个《套马杆》，嗯，对不对？广场舞大妈总跳那，总唱那个。您也会啊？啊，给我一片蓝天，一轮初升的太阳，给我一片清风，吹开向远方，给我一个汉子，我用一个晚上。哎，那个咱们都冷静一下啊，我真得好好问问你了，我哪个广场啊？你要去啊？我想去学学歌。不是，那广场那就广场也不是这么唱的。广场舞大妈是唱的吗？你这没有说这么唱歌的，这广场舞大妈这么唱的没听说过。我记得嘛，反正口水歌、流行歌曲，嗯，现在都会唱，都爱唱，我也喜欢啊。你会唱什么呀？太多了。比方说呢？太多了。跟我们来一个。但凡你听过，咱都会。那不一定啊，你说什么唱山唱水唱河流唱人物什么都有啊。还行啊，你还对呀、啊、这个范围很广啊，随便提，没有我们不会的啊。什么没有我们不会的？哎，老北京，你们家老北京跟嘴里有袜子似的。都会，老北京都会。刚才说了唱山唱水唱人物。对了，行了，那我问问你，唱山给我唱一个。唱山是吧？唱听的。嗯，来一首啊。有一个美丽的传说，精美的石头会唱歌，它能给勇敢者以智慧，也能给善良者以守护，只要你懂得它的珍贵呀、啊，山高那个路远也能获得。哎来哎呦，哎来哎呦，哎来哎哎哎哎呦呀呼哎哎哎呦，哎哎呦，还真不错。哎。
木鱼石的传说，哎，这都知道，唱的还挺有滋味的。那当然。那我有一个问题啊，你说，山在哪儿呢？当中不有吗？哪儿呢？山。山唱山山呢？山高路远啊，有这么一句词儿啊，不有山吗？山高路远，这山也算呐？那不是山吗？算不算？你听听你二姨说的。我怎么没见过呢？成，行行行行，有这个水，水太简单了啊！来个啊，水啊！滚滚长江东逝水，这是掉沟里了吗？有点起低了。起低了，您自己的事儿，让我们这恶心呢。有没有水呀？啊，行，有水，有水，有水，可以了。这唱人物也都行吗？当然了。那好多人呢。简单至极。随便都行。我听着呢。我听啊，唱爸爸的有吗？那是我小时候，常坐在父亲肩头，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。父亲是那拉车的牛，想儿是一封家书，千里写叮嘱，盼儿归一带门也，满天书信都。都说养儿能。等等，拍谁呢？这不给你唱的歌吗？给谁啊？给我唱的。对。哎，儿子打爹，天打雷劈啊！头发都给你劈没了。要不你那脑子有缝呢？去你的！行行行，唱爸爸的有了啊！别着急，后边还有唱妈妈的。妈妈。有英文。嘿，合着咱俩是亲戚。那不我二姨吗？那是他二姨夫来了吗？别闹啊，我妈这么年轻呢，我是剖腹产吧？不，你是第二胎。妈妈 Do you remember、Those who you give me。 怎么肠胃不好吗？草帽歌啊，挺好的一草帽歌，唱的跟在茅房里似的。这个妈妈的歌曲啊。行行行行行，然后那、这个老了，老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捉沙滩，没有椰林缀斜阳啊，只是一片海蓝蓝啊。您等等，您等会儿，您等等等等等等，您这学的又是哪位大师唱的？这是我师父唱的。您学不学他我不管。